这长方形，这长方形，他说增加八公分 ，x 加八，另外一个是一半，那就是二分之一 x。黑板原来是正方形，那个是，然后少24啊，所以要写二分之一 x 括号 x 加八。等于 x 平方减24，x 括号 x 加八，2x 平方减48，x 平方加8x，x 平方减48，x 平方减8x 减48，4跟12。12可以，负四不合，就变成22。五分，偶数要差2，有大中小，中数是这样，这是小的。大的，第一、第二乘积加第二、第三乘积等于288。第一、第二加 x 加二乘 x 减。第一、第二加上，写下面。第二、第三等于288。那这个可以把 x 拿出来，变 x 加二加上 x 减二。x 乘以 2x 288 2x 平方等于288 x 平方等于144 x 等于正负12。然后他问最大数，正的嘛，正的最大数就12再加2，最大14，取证的。好，然后这个每盒100会卖400，你的钱是100，那你盒子可以卖到400盒，涨5，这就加5减10。好，那比例，这比例嘛，5个 X 就要减10个 X。那这叫100加5个 x， 400减10个 x， 4480。啊，我说啊，看你要不要直接写，直接写好了，看你100乘400，40000减1000加2000减50 x 平方等于44。那这个这边加1000，你这40000跟44800就差4800。好，减4800，先编号，然后把50拿走。5 5 9 4 15，就是这样。8跟12，8跟12都可以啊。那他问和。400减10乘 x， 8跟12都可以耶，所以400减10乘8，320盒，
就是少喝就贵嘛，280盒，所以这有两个答案啊，360跟280，你要按比例啊，嘿，然后撑开，暴力把它撑开也可以。长宽，长比宽多二，就是写 x， 直接就写 x 加二。那它里面呢各减一，那这是 x， 这是 x 减二。里面整理一个花圃，四种花圃是剩下土地的两倍。啊？花圃是外面的两倍，花圃是这个剩下的两倍，那全部就代表是三倍啊，对不对？全部长方形，对 ，x 括号 x 加二，这是全部长方形，等于花圃，花圃叫 x 乘 x 减二的三倍。全部啊，全部是1、2、3，3份啊。花圃是剩下来的2倍嘛，那全部来讲就是三，花圃全部就等于是三份的意思。好 ，x 平方加 2x 等于 3x， 这是 3x 哦。平方减 6x 平等于减 8x 4x， 这两个就变 x 平方，一个去移到右边去了哈，加2、减2减6这边减8，所以有可能 S 是0或者 X 是4，四是太少了吧？长比宽多2公尺，土地中间择一个，花圃面积花圃是剩下的两倍啊，这没有错。啊，这不是三倍，这是三分之二。我这里没写好，对不起，数字太小。这边要再改一下。等于花圃是全部的多少？花圃是全部的三分之二，这是花圃吗？是全部的三分之二，这样才对。来改一下。这三倍是以剩下来才是三倍啊。可是花圃的三分，全部的三分之二就是花圃，全部的三分之二就是花圃。再移过去有 2x 括号 x 加 2，3x 括号 x 减 2，2x 平方加 4x，3x 平方减 6x 减 10x， 这样就有数字才够。
等于零或是等于十。好，所以十的话就是原来原长就是十加二，十二公尺，宽十公尺。答。好，参考一下。全部的三分之二才是花圃。嗯